跟妈妈亲亲。妈呀，这什么味道啊？偷偷看着可爱，没想到这么臭啊！正常猫哪有臭的呀？真的臭，那个嘴的味道啊！还不是因为你没有给猫咪刷牙，猫咪牙结石还会烂掉哦。我刷过的好不好？是猫不配合。那可以带去洗牙。我哪有时间啊？洗牙很快的，但它需要全身麻醉，相比之下还是自己刷比较好。我就不想刷牙，这也不要，那也不要。那你只能用卫士的仙气魔方啦，在冻干里加了茶多酚，可以减少牙菌斑，让猫边吃边刷牙。你这个是智商税吧？还真不是，秘密在于这个肠包包专利，能提升猫的肠道防御等级，让唾液里的溶菌等都一起变多。还有两个肠道好帮手，可以帮忙修复肠黏膜的管。哎，停停停停停，说人话！养好肠道，猫屎不臭，猫嘴不臭，舔毛就更不臭啦。这么好，杜兰时香，你看，像小金用了7天，嘴里的腥味都变淡，吃了2周啊，就没什么味道啦。